当了当，芝士焗红薯啊，姐妹们，奶香味可浓郁了，加了超级多的芝士。来了，妈，妈。你看这种拉丝的感觉贼棒，妈太烫了，烫心，稍等晾一会儿，稍微晾了一会儿，刚才太烫了，这玩意儿他妈地瓜烫心啊。那晾了一会儿，它就不爱拉丝了。妈，这边底下还烫人，还冒热气，保暖性还挺强，这层皮儿。自己家做这个芝士焗红薯，芝士就跟那个不要钱一样，狠价。当当当当，这个是那种薄皮的韭菜馅包子，我看他们网红都在吃，我也买了几包尝尝味。出锅了，我来了，姐妹们，这是熬了一碗八宝粥，结果水放少，熬成八宝饭了。我看他们最近都吃这个。我在超市买的，确实挺好吃啊。
韭菜馅的都不难吃。韭菜鸡蛋、粉条、木耳、胡萝卜。我放凉了，这个皮可韧了。好吃。就是有点黏沙拉糖。可能是因为皮太干了的原因。这样就不粘了。哇，这个馅儿好大，确实薄皮大馅儿。就是稍微有点贵，不太划算。